你是大禹的人吗？钟书令居然是大禹的人。难道我是大禹的人？沈玉君落在你手是我的失误。没错，乔府的案子是我干的，要杀要剐，你随便。幕后操纵一切的人。 是你，没错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，自然是为了推翻你们大宁的暴政。你们大宁的皇帝昏庸无道，残害忠良，让我看，应该由我大禹统治天下才对。住口！住口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 3年前，乔南城带人深入大禹，连战连捷。若不是你们那愚蠢的皇帝下诏撤回援军，乔南城怎么会战死？乔相又怎么会失去长子？啊！<笑>